江江，今天呢要来玩一个非常可爱的游戏，叫做永恒守护。然后之前你们都说啊，我玩太快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才刚进入游戏，就是我重新创了一个账号。这游戏是一个还蛮好玩的游戏，而且它很特别，它是单手就可以玩的游戏。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可爱，大波朵罗西。那我改后面三个字就好。他竟然都这样子了，好，开始。另外一只手要干嘛？这个游戏你看，你可以单手玩，你另外一只手可以拿来做很多事哎。然后他这边有完成任务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点，就是都是很自动化、很方便的。首先我们就是要先强化我们的武器，然后呢，他这边主线上方，我们等一下抓一抓会有那个 boss。然后那个 boss 你可以直接挑战，等他出现好了。哎，这边出现了挑战 boss， 第一关你直接按下去，他就会自动出现 boss 给你挑战，就是他会依据主线的任务，然后来你的完成度，然后来确定是不是能挑战这个等级的 boss， 然后挑战成功还有经验加成，而且这个是要及时打的，这个升等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没打 boss 的话你会升很慢，就记得一定要马上点进去挑战。然后这边首次图纸一直在亮，哇，这是怎么样？永久酷炫时装首次图纸，不管出多少都可以吗？都可以拿奖励吗？我试看看好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太好了吧，战斗力28000，战斗力加5700，升级宝典，四阶的五星，二星的四阶武器，哎，还是这个首次加赠，没关系，我试看看嘛，为了帮你们检验看看是不是图纸最低阶的。是不是就是可以拿到奖励的？我们试看看。好了，购买已成功，充值成功，返回。哎、欸，领取奖励！哎、欸，真的30块就可以耶，全部强化上去就对了。战斗力30000多，哎、欸，好佛心哦、喔！我们继续跑任务。我第一次看到直立版的 MMORPG 哎、欸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在上班的时候，如果你平常这样子，人家会觉得你在拍照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是因为手势的问题。如果你平常上班的时候这样子，老板要么以为你第一个在看影片，第二个在玩游戏，然后你就这样子，然后打电脑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老板以为你上班多认真啊，是没想到你在玩直立的 MMORPG 哎、欸。然后它这个重点啊，你们知道看到左在这边的有一个，我上面是 VIP 0，对不对？它这里 VIP 很重要的是，第一个它是不花钱也可以获得 VIP 的，你只要透过交易行去赚那个钻石就可以购买 VIP 了。而且推荐的话是买那种半年的，可以直接到 VIP 4，好处蛮多的。而且每个 VIP 等级都有不一样的称号，你看一次性开通半年直升 VIP 4。你知道每天除了做日常任务，一定要多打 boss， 有 boss 就一定要那个，就一定要去打 boss， 会随机掉落超级好的装备啊、翅膀啊、圣灵啊、神器啊。它这个是循序渐进的，你没有一开始就一大堆什么宠物翅膀、坐骑什么的，你要慢慢练才有。会不会太冲动了？冲动消费，理性娱乐，可以。我看一下840。理性消费，理性消费应该是要多少？840，它是要999。999，好啦，再除个150，明天不吃饭，明天不要2990啊，就跟你们说要理性消费，适度娱乐哦，适度消费，理性娱乐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杀怪经验加50%，购买之后获得经验守护，你看穿戴可经验加成50，开打，为什么我每次打 boss 都掉蓝色的装啊？是我的人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？感觉这个打的比较久哦，哎、欸，我捡到极品外观了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欧洲人啊？所以你们不想承认我是欧洲人就对了，哄我开心很难吗？你们真是不会说话。哦，有没有副本了？副本了，现在要打副本了，副本很重要，这是一定要打的。它就是类似，就是很像在爬塔，就是越怪会越来越强，然后是获得就是符文宝箱，看你运气啊。我们继续打，想要跟我组队吗？等一下组队可以解情缘任务哦。
他开放那个情缘的那个任务好像是198集才开放，我等下198就可以那个了。虽然这游戏没有强制你一定要结婚啦，但是结婚其实是很必要的，因为结婚在这个游戏里面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结婚之后会获得宝宝，你有宝宝，宝宝可以干嘛？宝宝可以提升战力耶。你们可以玩到198集看看啊，看看随便找个路人生个小孩，看看那个宝宝的战力多少。80集开启时装，该可以装扮了吧？精灵之光，哎，好可爱哦！我本来是这个嘛，就是很一般，直接一个精灵之光，哎，这个好漂亮，激活，直接穿戴。非常应该说它是可以很高度自由的展现各种外形形象，而且它还有染色系统，但是呢当然你要等级越高才会越来越多东西可以用，各种 boss 可以打。这个 boss 也太那个了吧，太现代化了吧，这感觉有点变形金刚的味道。你看左上角有市场了，市场出现了，市场要干嘛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在上面，你看很多人在上面摆物品，所以我要求购，你想要什么你就打上去，然后你想要出多少钱买，可以求购老婆吗？你可以啊，你在上面打。不行啊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媲美电影级别画面，爽快战斗体验，又有超赞的剧情，而且它的操作模式这么棒。泳装派对，我的天哪，想要这一套。谁那个一直跑来挡住我的脸啊，那个还有这个夏威夷风情也不错，冬日恋歌，我的脸一直被挡住。我觉得今天要198等太难了啦，跟你们说，你们有玩这个游戏，到时候你们可以就在上面找我，我的那个 ID 叫做什么大波凯奇，到时候等我98等的时候就可以发那个结婚邀请了。好啦，那我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。